静音型驾驶室洗地机 SC1350。 洗地机是一种适用于硬质地面清洗同时吸干污水并将污水带离现场的清洁机械，具有环保、节能、高效等优点。超洁亮公司生产的 SC1350 静音型驾驶室洗地机是一款适用于学校、商场、车间、仓库、车站的地砖和水泥地面清洗的专业环保设备，最大工作行进速度每秒1米，最大洗地效率双刷机2200平方米，单刷机1800平方米，双刷机配13英寸地刷2只，单刷机配20英寸地刷1只。水箱用高强度塑料滚塑成型，强度高，抗撞击。清水箱容积80升，污水箱容积70升，一次加清水可洗地，双刷1800平方米，单刷1500平方米，洗地彻底，刮水干净，不留水线。按人体工程学原理设计的座椅，乘坐舒服，适合长时间作业乘坐。小巧的方向盘，轻脚十度，使驾驶操作简单轻松。布局合理的控制面板，操作按钮灵敏可靠。中英文切换的数字显示仪，对洗地机工况实时反应。配备2只12伏150安时名牌电池，充满电后可工作3小时。仪表显示低电量时应及时充电，以防电池损坏。污水箱密封条用天然橡胶一体成型，长期保持良好的密封性，保证吸水阀有13.5千帕以上的吸力。请看，地面的金属垫片也照样被吸走了。吸水阀刮水胶条为进口天然橡胶材质，耐酸碱、抗老化、耐摩擦，是普通胶条3倍寿命。采用著名品牌静音吸风电机，工作噪音低，整机工作时低于65分贝，最小转弯半径小于1.5米，适合狭窄场地掉头作业，转弯时吸趴工作状态正常。最高速度行驶时制动距离小于1米，最大爬坡能力30度，最大驻车坡度30度。 SC1350 静音型驾驶室洗地机是大面积地面清洁不二选择。